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 GL 的游戏频道，我是 GL。这一次呢，延伸更新了另一个活动啦，对，就是另外一个活动，除了那个吸星啊以外，就出了这个飞行的活动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这个飞行的挑战，我们来看它的这些任务啦。刚是飞了一轮啦，飞得不太好，因为突然间就卡了一下。就不知道飞去哪里了，然后就失败了，花了蛮多时间的啦。所以到达3万分的时候才可以拿完他这些的今天的奖励啦。明天也可以开一个，后天也开一个，然后大后天，大大后天，大大大大后天，大大大大大后天，这总共是一个星期啦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在玩的话，每一天都要去飞行这个啦，然后就可以拿到他的这些奖励啦。如果他飞的第一轮这个铜奖，他会拿到60个原石，60个原石不是原石，原石啦。所以拿到的话，基本上都不用飞到这黄金的文章了，是吧？不过我们目标要放远一点呢，今天才第一天，不是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飞飞看，再次飞飞看好了。因为毕竟刚刚我也已经 飞到不是很好了，所以我们打开这个风场了，我们就开始飞了。开始吧，飞行挑战。通关的时间越短呢是越好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，随便了，刚开局都是这样啊。然后拿满这个蓝色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启这个加速的啦。那有这个加速的话，当然就会飞得更快了，更快一些了。哎呀，不应该那样的吧？随便啦，我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每次飞到这样我都，我玩了这么多次原神，最不会飞的就是这些东西了。等一等，喂，这石头好尴尬。哎呀，这石头好尴尬。这次都好尴尬啊，哥！啊，我们重新再开始吧。这个飞到真的是有点让我真的是醉了。刚刚是，算了，我就照常一样飞就好了。我可拿不到，没有拿到这些啊。然后拿完这5个黄金的，大概就可以到终点了，很快了。其实今天的算是很简单的了，挑战成功，花了1分钟啊，3万，基本上3万就可以拿到那个全部的奖励了。所以这一次算是挑战成功了。之后明天我再看会不会更新了，应该会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所以总之，就是飞行挑战是挺好玩的啦，再增加多一点难度的话，应该会更加好玩啦。所以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先做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JL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